待定系数 K 的，对不对？一六七 S。哎，这里还要一个一或者 S 零是吧？一六七，然后后面呢 ？K 减还是 K 加 ？K 减二。K 减二 ，K 减二是一个常数，请不要把负二搬来这里。有些同学很不幸，把 K 留这里，负二搬上来，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看到，怎么会把它拆掉了？这里又不用写，这一行不用写，这个为什么？为什么知道是 K 减二？是角三角在那里，哎，怎么算的？一六七 k 减二，旁边是一减 k 减二减四十二除以负六，那不就四十四减 k 除以正六？这个要大于零吧？这个也要大于零吧？是吧？就全部都要大于零吗？条件是要使它为稳定的条件，就是 k 要大于二且。四十四减 k 要大于 k 就要小于，故这个要写在一起，这不叫连体，这是交体，所以交体是一定要写在一起。这样啊，小于四十四大于二的 k 就能够使系统为稳定。